今一份快乐炫饭。我们今天吃完味的兔兔主食冻干，它一包有480克，分量还是很大的。像这种主食的冻干肉饼，既可配餐当饭吃，腿也可干吃当零食。用库存证明一下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他们家的出品，兔肉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，2个月以上的小狗就可以放心吃啦。夏天小狗一定要多喝水，我们用提前换好。